五戒相经千要，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今天这一集我们要开始跟大家来介绍这部经啊。我们上一集啊，简单跟大家报告了讲经因缘。这个讲经因缘，我们采取弘一大师演讲录里面的一篇文章《力学大义》。我们学习了这篇《力学大义》，对于戒律方面有一个初步的认识。佛陀在灭度之前，对我们后世的佛弟子交代了两句话：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。这两句话非常的重要。佛没有给我们指定以哪一个为老师，给我们指示出来以戒以苦作为我们的老师。我们人在世间，如果不知道这个世间的苦，那么就没有出离苦的愿心啊，这个离苦这个意愿啊生不起来啊，因为呢不知道这个世间苦啊，把这个世间的苦忘记了啊，看作是快乐的。所谓人在苦中不知苦，知苦即是善生死啊！如果一个人在这个世间真正体会到了这个世间是苦，那么这个人他的善根就生起来了，他就会发心离苦得乐。他要追求的是要离开这些苦啊，得到永恒的快乐。所以苦是我们的老师。因此我们遇到一些逆境啊，不如意的事情，苦事情，对一个修行人来讲并不是坏事啊，因为呢它启发我们觉悟这个世间的确只有苦没有乐。所以四圣谛第一个就是苦谛，地是真实的意思，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苦是真的，乐呢是假的，
啊，那个乐过去了，苦就跟着来了，所以那个乐呢叫坏苦，啊，所以有苦苦、行苦、坏苦，三苦八苦，啊，这个八苦是生老病死苦、爱别离苦、怨憎会苦、求不得苦、五阴炽盛苦。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些苦啊，也感受了这个世间很苦，想要解脱这些苦，现在在大陆上流行讲解放，什么叫解放？什么是真正的解放？解是解脱，解脱什么呢？解脱自己心里的烦恼啊，这个八苦啊，爱别离苦、怨憎会苦、求不得苦、五阴炽盛苦啊，这个身体有生老病死之苦，这些苦都没有了，就叫解脱了。那么我们现在大家流行讲解放，我们这些苦还存不存在呢？啊，这个大家呢自己想一想也就明白了啊，如果这些苦还在，啊，一天到晚还是生烦恼，你根本就没有解放嘛，没有得到解脱嘛，啊，你生还是有生老病死嘛，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得到解脱呢？就是要放下嘛。啊，所以解放啊，解是解脱，放是放下嘛。那放下什么呢？放下我们心里的烦恼，贪嗔痴慢疑恶见，啊，又叫邪见。啊，邪见就是错误的思想见解，啊，对宇宙人生他的想法、看法、说法、做法错了，那个错误的呢，要把它放下。啊，我们一般讲啊，放下自己的成见，啊，那个成见是错误的。啊，放下心里的烦恼，啊，因为这些苦怎么来的呢？烦恼是因，苦是果报，那么放下从哪里放呢？在大乘经典里面，佛给我们讲六度，啊，第一个呢，教我们布施，就是放下。第二个呢，持戒，啊，也是放下。啊，六度呢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啊，无非是看破放下而已啊。啊，分为六个层次，啊，来修学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读到这个戒经啊，学习这个戒啊，就是放下恶业啊，所以我们以苦为师啊，知道苦，你才会发愿离苦啊，想要离开这些苦。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苦，人在苦中不知苦，
你就没有那个愿心啊，想要得解脱啊，想要离苦得乐。那么吃苦啊，想要得解脱，要从哪里下手呢？要以戒啊，所以戒呢是清凉法啊，它帮助我们呢离苦得乐的。所以佛给我们讲啊，以苦为师，以戒为师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他不是给你指定了啊，你要依哪一个人为老师啊？给我们讲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啊，这个是我们特别在末法时期的佛弟子啊，要特别的注意这两句话。佛法八万四千法门的修学啊，离不开戒定慧啊，这个三学的总原则啊，总纲领啊，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，都离不开这个。如果我们疏忽了啊，这个戒学，那么我们一生当中所学的佛法都变成佛学了。啊，学了很多经啊，但是呢得不到受用啊，断不了烦恼啊，那么都变成佛学了。佛学就是解决不了问题啊，得不到受用啊。因此啊，我们学习了这么多年啊，都没有成就啊，再想一想佛在灭度之前讲的这个话啊，才知道啊，这个是我们学佛的一个根本。因此我们佛弟子啊，一定要重视啊这个戒学的修学啊，不能够疏忽了啊。那么讲到戒呢，我们前面也跟大家简单介绍过了。那么弘一大师是我们近代呢佛门律宗的祖师啊，一生啊在这个戒律学呢有很深入的研究修学啊。那么他告诉我们呢，现在这个末法时期要得到沙弥戒、比丘戒呢，就很不容易了。啊，实在讲是得不到啊，所以他劝我们大家呢，不管在家出家呢，从这个三规五戒啊，八关斋戒啊，那如果能够再学菩萨戒，那就更好啊。但是不管在家戒、出家戒，最基本的戒就是五戒。啊，所有的戒都是五戒发展的。啊，最根本的。啊，所以不管修学哪一个法门，啊，哪一宗哪一派，啊，大乘小乘，啊，乃至呢，世间一般的宗教，啊，想要得个人天福报，也离不开五戒十善。一个，这个是最根本的，啊，这个就像盖大楼啊，这个是地基，
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来学习。啊，因此这次呢，我们在这个网络学院啊，选择了这部《五戒相经》啊，来跟诸位同学一起来学习。啊，那么我们以这部经佛给我们讲的为老师，终身来奉行。我们修学净土，念佛求往生西方，就决定有把握了。好，我们下面呢，开始来介绍这部经。那么一般讲经啊，首先啊介绍经体。那么这部经的完整的经体呢，啊是《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》啊，这是具足的经体。那么简单讲啊，叫五戒相经。这个签要呢，是我们净宗九祖偶遇祖师呢，他一个简要的注解。那我们先来介绍经体。那么一般呢，这个经体啊，有分通体跟别体。啊，这是我们一般学习讲经啊，大家必须要知道的。啊，佛说五优婆塞五戒相，这个是别体，啊，别就是个别的，啊，区别与其他经典不同的。啊，这个题目呢，不同于其他经典。啊，比如说我们念《佛说阿弥陀经》啊，那《佛说阿弥陀》那是别体，啊，别就是个别的。那么“经”这个字是通体，啊，凡是佛讲的，那都称为经，啊，所以“经”啊是通体、通用的，啊，它是共同的。那么我们先来介绍别题啊，佛说五戒相啊，佛说优婆塞五戒相啊。佛说啊这两个字啊，那么佛这个字，我们在很多经典都有看到佛说，那么这个有的经呢没有加佛说，有的有加佛说。那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给我们提到，啊，有加佛说的呢，都是正中分啊，第一句话是佛讲的，啊，那么就加上佛说，啊，如果正中分第一句话不是佛讲的，就没有关上佛说。那其实呢，经都是佛讲的。那么我们这次，采取的这个注解啊，是偶遇祖师的签要，啊，还有弘一大师的补释，啊，补就是他补充解释的，啊，另外呢，我们参考了广化老法师他的注解。有采取一部分啊，来跟大家报告啊。那么这个经题呢，啊，在签要里面呢是没有详加注解啊，这是广化老法师呢啊，他也做了比较详细的注解啊。那我们依照他这个注解呢，啊，来跟大家大概呢啊报告一下啊，这个佛说啊，佛是梵语，
此番抉择，为绝了性相之责，具有三义：一、自觉，觉知自心本无生灭；二、觉他，觉一切法无不是汝；三、觉满，二觉理缘称之为满。那么这个是我们一般，解释佛这个字，那么这个我们常常听经的同学呢，应该都常听过，自觉、觉他、觉醒圆满，这个就称之为佛了。这是佛呢，这个字呢，它的本意，就是自觉、觉他、觉醒圆满，自己觉悟了，又帮助他人。他人就是帮助众生，帮助别人也觉悟了，自觉跟觉他呢都达到圆满了，那么这个人就叫做佛了。那么此地讲，觉知自心本无生灭，这是自觉，是自觉。这个也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要觉悟，知道我们自己呢，这个心呢，它本来就没有生灭的。我们对这个如果没有先认识清楚，那么我们学佛呢，也就没有方向目标了。那么这个道理都在大乘经里面，特别在楞严经这桩事情讲得非常清楚。我们在此地呢只能简单呢这样跟大家提一提。要进一步了解呢当然要去学习这些大乘的经教了。那么觉他是一切法无不是汝，汝就是真如本性，一切法呢无非都是真如本性所现的，那么这个觉悟之后呢，自他就不二了，自他不二就没有对立了，那么这个自他心自己不生不灭，一切法都是如，都是真如自性所现的，这个你彻底觉悟明白了，就叫圆满了，这个就叫佛了，所以佛这个定义呢，我们学佛的每一个佛弟子一定要先把它搞清楚，如果搞不清楚我们对于佛这个字呢，总是会产生迷惑的，所以一定要搞清楚，我们学佛呢，才有明确的目标方向，这是讲佛呢这个字它的本意。下面讲十方三世皆有佛，诸佛皆为众生说法，此经为释迦牟尼佛金口亲宣，故曰佛说。这个是讲另外一个意思了。前面讲的呢，这个是讲每个众生都有佛性。是通义。共通的。那么此地讲十方三世皆有佛，这个就是讲到已经觉悟的，彻底觉悟的人，
啊，那很多了，十方三世都有。啊，我们看这个千佛明经、万佛明经，这个佛的名号了，就很多了。啊，实际上呢，啊，不止这些啊，啊，实在讲是无量无边的。那么这个别义呢，就是个别的啊，特别是指哪一尊佛啊？因为佛那么多呢，那么这部经啊，讲佛说啊，有别义跟通义啊，别义就是是哪一尊佛讲的。那么如果以通义来讲呢，那所有一切佛呢，都会说这个经嘛。啊，十方三世佛啊，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，啊，未来佛还没有成佛呢，但将来成佛，他还是会说这个经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就通义来讲。那么此地呢，啊，我们一般跟大家讲经啊，特别对初学的人讲啊，就不要讲得太深入。啊，特别我们刚开始学讲经啊，啊。最好直截了当，啊，佛就是释迦牟尼佛，他一听就明白了，啊，你就不要跟他讲太多了，啊，讲太多呢，如果我们讲的不清楚，啊，他听的就更不清楚了，所以我们就直接跟他讲，啊，那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亲口说的，啊，那他一听就明白了，啊，故曰佛说。那么他此地讲这个为什么开题要标明佛说两个字啊，这里是解释为表示尊重的意思啊，因为经通常有五种人说啊，所以佛经有菩萨说的，有佛的弟子啊，有仙人说，有变化人说啊，仙人啊就是其他宗教的。那么称为经啊，除了佛自己亲自宣说的这些开示以外，四种人说的都要经过佛的认可啊，佛的认同。那么经过佛的认同呢，那么他就可以称为经了，啊，就是其他宗教讲的呢，哎，跟这个佛讲的一样啊，那么就可以称为经了啊。啊，所以经有五种人说啊，律为佛说啊，经随时随地皆可说啊，郊外、房中、天上、人间等。啊，这个经教随时随地呢都可以讲啊，在荒郊野外了，在房子里面呢，啊，在天上，在人间啊等，就是包括其他的地方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啊，佛讲经啊，在人间讲的当然是为主的了啊，但是也有到天上讲的啊，像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就是在刀立天宫讲的。那《佛说十善业道经》呢，是在龙宫讲的。啊，那个都不在人间。啊，所以经讲的地方啊，它就很多了，啊，不限定了。律则一定要在比丘僧团中才讲。啊，但是戒律呢就不一样了。他一定在出家众啊、比丘僧的僧团呢、啊、当中呢，才讲这个戒律啊。故开题标明佛说，这是要注意的啊。啊，他这里啊有这个意思啊，所以这个讲这个五戒，还是在僧团讲的啊。虽然五戒呢啊是主要最在家居士讲的。啊，但是呢，还是在出家众啊、比丘僧团里面先说的。
啊，那么这个是讲佛说啊。那么下面呢啊，也很难得呢啊，这个广化老法师呢，他也把世尊的这个他大列的传记啊，也都列出来了啊，一条一条列出来呢啊，这个我们可能我们在网站上啊，或许会有一些新的同学啊看到啊，刚刚接触佛教的啊，我们有这些资料啊啊，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啊，也可以提供一些给刚接触佛教的同学啊，对本师释迦牟尼佛呢，他的身世、他的来历啊，有一个初步的认识。那么第一个呢，是他的家世啊，释迦牟尼佛啊，俗名悉达多，父净饭王，母摩耶夫人。七耶稣陀罗，生子罗侯罗，释迦亦为能人，摩尼亦为极末，这是他的家世啊。释迦牟尼佛是他成道之后的佛号啊，他的俗名叫悉达多啊，这个是我们要先了解的啊。佛他是明心见性啊，大彻大悟之后啊，那么才成为释迦牟尼的啊。他有俗名啊，俗名就是悉达多啊。这个释迦是他的姓啊，释迦族。啊，就像我们现在呢，啊，这个佛门四众弟子啊，啊，皈依三宝的也有一个法号，啊，也有俗名，啊，也有你的本名，啊，那像我的俗名啊，啊，我姓林，双木林，啊，那么我的名字叫正道，八正道的正道，啊，所以我的俗名叫林正道。出家呢，师父就给我取悟道，那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，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些名相啊，又搞糊涂了啊，所以我这样一说呢，大家就很明白了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呢，他也是跟我们一样是一个人。啊，你不要想成他，哦，他是什么仙啊什么的，你想的都越想啊，说距离我们会越遥远，那就不敢来学佛了，想到最后呢，你就不敢学了。他也是一个人，跟我们一般人一样。那么跟我们一般人一样，他修学可以成佛，那我们也可以啊，这样啊，我们就有信心了嘛，所以这一点，非常重要啊。他的父亲是净饭王，母亲是摩耶夫人，妻子是耶稣陀罗，那么他也生了一个儿子啊，他有结过婚的，生的儿子叫罗侯罗。释迦呢，翻译中文的意思是能人啊，能够行仁慈的人啊，就是有慈悲心。摩尼是翻译为极末，极末啊，清净的意思，极是清净，这是释迦摩尼啊，他的意思。第二个呢，极观，佛是北印度迦毗罗卫国太子，今尼泊尔南部提罗里克附近，拉布提河东北。其母婚往前依习俗返娘家天碧城待产，途中于兰毗尼园无忧树下产下太子，今尼泊尔境内洛明达即是世尊。
啊，这是他的籍贯。啊，我们现在讲就是他的国籍啦，啊，他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啊？那佛是北印度迦毗罗卫国的太子，啊，他这个国家的名称当时叫迦毗罗卫国，啊，他是这个国家的太子，啊，那么这个地点呢，啊，是在现在的尼泊尔南部提罗里克附近，啊，拉布提河东北。那么印度有个习俗啊，怀孕啊要回娘家生孩子，啊，所以他的母亲啊也是跟着当时印度的习俗啊，这个待产，啊，那么途中啊还没有回到娘家呢，在这个路途当中，蓝皮泥岩无忧树下呢就生产了。啊，这个地方也是现在尼泊尔的境内，洛明达这个地方。那么印度呢，他们有很多习俗，啊，繁文缛节也很多的。那么我弟弟的大女儿啊，去澳洲念书，啊，在那里认识一个印度人，啊，就嫁给印度人了。啊，那么他们到印度去结婚啊，有拍那个录像带给我看。哦，真的呢，繁文缛节还很多的啊。我看了几个小时呢，他们说已经很简化了啊。啊，所以印度它有一些习俗啊，啊，跟我们中国是不一样的。第三个呢，时代。啊，佛陀诞生年代有多种说法。经一南传佛教通用说法为西元前623年。啊，这是现在世界上大家定的这个佛陀诞生的日期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啊，佛陀诞生到现在是2553年了，啊，这个跟我们中国的算法不一样。根据我们中国的算法呢，大概呢，到现在已经是3030几年了，这个相差呢，大概有500年。那么这个现在呢，就是两种说法呢是共同存在啊。我们在中国地区啊，我们就是按照中国这个说法啊。如果在外国呢，啊，他们都已经习惯这个说法啊，我们就随顺他们的说法啊。第四个是出家啊，太子少时从婆罗门学习文艺以及武技啊，啊，所以他从小就是学习啊。婆罗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啊，还有武功方面的啊，可以说文武两方面啊都有学习，皆悉通达啊，不但学了，而且非常通达。后由四城门出游，见老病死沙门啊，感人生苦痛无常，遂于19岁。那么他这里注解呢，也有讲啊，另外一种说法是29岁出家学道，但是我们一般在中国地区讲都是19岁啊，是19岁离开家庭啊出家的。参访6年，苦行6年，31岁成道，说法49年，80岁涅槃。那么这个31岁呢，都是算虚岁，啊，80岁呢也是算虚岁，啊，这个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，我们中国人的算法呢，算这个年纪是算虚岁，啊，就是生下来呢，就算1岁了，啊，就开始算1岁了，啊，但外国人的算法呢，
是你生下来要经过满一年，他才给你算一岁。啊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问人家几岁啊，就要问他是算外国岁还是中国岁啊？啊，如果算外国岁呢，你就要减掉一岁，啊，算中国岁呢，就是多了一岁。啊，有这个差别啊，所以佛他31岁成道，算虚岁啊。那说法49年了，80岁涅槃。如果算10岁呢，30岁成道，79岁涅槃的啊。那么这个依照我们中国人的算法了，算虚岁的啊，算虚岁的。那么修苦行修了6年，啊，因为印度呢一般的宗教啊，大部分都是修3年苦行。那么世尊呢修了6年，啊，这个是表示呢对于当时的这些其他宗教所学的，他都有学过了，啊，这个是知己知彼啊，可以。知道自己修的怎么样啊，也可以知道呢他们修的内容是什么。那么第二个方面呢，表示苦行非成道之因啊，所以当时很多印度外道呢修苦行啊，认为呢他们透过那样的修行啊会得到解脱啊，我们现在大陆上都讲解放了，啊，那样修会得到解放。但是佛去跟他们修呢，修到最后呢没结果，也没有得到解脱。啊，因此呢，佛才发现呢，啊，他们这些理论方法是错误的，不对的。啊，这个是无益的苦行。没有利益的苦行，所以就放弃了。那么第五个是成佛啊，太子悟苦行非成道之因，故放弃苦行，至泥莲禅和沐浴，接受牧羊女的乳糜供养，而后至迦叶村菩提树下端坐49日，于12月8日破晓时分。大悟成佛，时年31岁，啊，一说35岁啊，那我们一般都是讲31岁。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呢是，啊，我们持保留态度就好了啊，我们也不需要去否定啊。这是啊这个成佛的一个经过，啊，他觉悟呢修这个苦行啊。它不是成道真正的修因，啊，不是正确的修因，所以他就放弃了，啊，放弃这个苦行了，啊，那么自己到菩提树下呢去打坐，啊，把过去修的这些呢都放下了，啊，放弃了，放下了，啊，这个一放下呢他就阅读明星啊，大彻大悟，啊，这个我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讲到，为什么这个大彻大悟都是在凌晨呢？早上的时候呢？啊，看这个六祖大彻大悟呢，也是3更半夜凌晨啊，一大早啊，五祖呢传法给他。啊，那么我们老和尚有解释这个原因，说那个时候呢比较清静啊，这个大家呢都还在休息，比较没有这么吵杂，啊，取这个意思。第六呢，发心啊，这个成佛之后呢，他就发心，这个，这个发心呢是讲
佛呢啊因地的发心啊，这个地方啊，他引用《大智度论》卷四啊，《俱舍论》卷十八啊，这是讲佛过去生的啊发心的一个事情。三大阿僧祇劫前有佛名释迦牟尼，哦，这个释迦牟尼不是现在才有，啊，根据这个《大智度论》《俱舍论》讲啊，三大阿僧祇劫之前呢，就有一尊佛叫做名叫释迦牟尼了，啊，世尊为菩萨时，逢此佛而发心，且愿如其作佛，此即最初发心。啊，所以这个佛的这个名号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都会有共同的佛号。那么这个是根据《大智度论》讲啊，他遇到一尊佛叫释迦牟尼佛，然后跟他学习发心，啊，他发愿啊，将来做佛呢，啊，跟他一样，啊，所以这次呢，到我们这个世界来示现成佛呢，也叫释迦牟尼了。那么这个在大乘经上我们也看到过，啊，我们在楞严经看啊，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，他就讲过去呢，他修因的那个时期啊，就是过去，他现在为什么成为观音菩萨呢？啊，因为过去呢，很久以前呢，他都遇到一尊佛叫做观音如来，啊，然后呢教他修耳根圆通啊，所以他现在修成了就变观音菩萨。所以这个活菩萨的名号呢，是代表他修学的法门，以及呢他教学的一个科目，啊，教化众生的一个方针。啊，所谓呢，这个自己修学啊，还有度众生的啊，这两方面的啊，因此这个佛号、菩萨名号呢，它不是限定某一个人啊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先认识清楚啊。如果你依照这个法门修啊，比如说有人修耳根圆通，他修到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了。他依照观音菩萨教的方法去修，修成功了，那他就叫观音菩萨。啊，所以每一个菩萨呢，他都代表一个修学的法门。啊，每一尊佛也是这样的。啊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。第七呢，受记啊，世尊习行菩萨道，名善慧。一正八地后得燃灯佛为其受记，后九十一劫名贤劫，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。那么这个是出在《本行集经》及《瑞应经》啊，这个都有经典的根据啊。这是受记啊，受记呢就是事先呢，啊，还没有到啊，事先给你讲啊，你将来呢？在哪个世界成佛？成佛呢？佛号叫什么？那么你法愿有多长？啊，在那个时期呢？啊，会度多少众生？啊，事先跟他讲，这个就叫受记。八转法轮，世尊说法，始至鹿野苑，终至居士那城，一生说法49年，讲经300余会。所应度者皆以度气，其未度者皆亦以作得度因缘。在我们人间啊，这个是鹿野苑是最原始的讲经说法啊，那么最终呢是在居士那城啊，一生说法49年。讲经呢有300余会，
那么他这个阶段这个时期呢，所应该得度的弟子啊，都已经得度了，啊，还没有得度的呢，也给他们种了得度的因缘了，啊，我们现在讲啊，给他种了善根了。那么佛事件在我们人间，啊，它总是有一个阶段的，啊，跟我们一般人一样，这个因缘到了，那么他就走了，啊，所以第九呢，他就视线圆寂了，啊，或者叫涅槃。世尊八十岁时，于基斯那揭罗城（今印度加西亚近郊）科拉库布尔东方54公里处，梭罗双树间，于时中夜，头北面西成吉祥卧，为弟子做最后教诫，安详入灭。世尊之最后教诫，南北传说法不同，北传为《大般涅槃经》，南传为《佛遗教经》。啊，这个是讲佛这个说法呢，这个南北传的讲法有不同啊，这个大乘小乘，讲的有不一样的地方啊。那么我们中国地区是属于北传啊。北传，啊，北传呢是以大乘为主的，南传呢以小乘为主的。中夜圆寂，表中道之意，啊，那么头北面西，啊，就是头朝北面向西，则有二种意义，啊，一北方为尊，南方为卑，故头朝北；二世人求生西方之意。如《华严经》善财童子53参，正其诸佛后，乃同会上41位法身大士，求生西方，表示要求生西方才能圆满菩提。啊，那么这个解释啊也很有道理啊。好，一般我们中国人讲啊，盖房子啊，坐北朝南啊，以前皇帝都是坐北朝南的。啊，所以在道家讲啊，这个北斗它是最尊贵的啊，北斗啊，所以它圆寂的时候啊，头朝北啊，头朝北，那么这个身啊向南啊，脚都向南了 啊那个面呢，它的脸呢，啊，就向西方啊，啊，它向西方啊，就是表示呢。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啊，这个也符合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啊，它的表法的意义。好，佛说呢这两个字呢啊，我们依照广化老法师呢他这个集注啊，简单就跟大家报告到此地。下面呢接着我们看优婆塞啊这三个字。优婆塞唤名意义为近士男，清信士，即在家亲近奉侍三宝之男居士，以优婆夷同系在家之信仰佛法者。这个优婆塞呢是印度话啊，翻成中文意思是近士男，近是亲近，士呢是奉侍啊，亲近。奉侍啊，也就是学佛的男众啊，叫优婆塞。那么女众呢，叫近士女啊，就是优婆夷啊。五戒相经啊，我们看五戒相经啊。那么他这个地方呢，他把这个，他没有把这个。经题啊，分为通题、别题啊。啊，这个通题呢，我们后面再来补充说明啊。我们先看它这里的别题啊。这个五戒啊，这个五戒就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
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啊，这是五条戒。啊，戒相呢，为持戒表现之相状差别。如持五戒、十戒乃至二百五十戒，一一戒中各有差别，按其持犯之轻重，各有不同之相状，而一般指切切实实遵守戒律之相状为戒相。啊，这个戒相啊，就是戒律啊，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事项。此乃南山行事操所立戒事别之一。四分律行事操支持记见一七云：相有形状，染而可别。前名戒法，但述功能；次名戒体，唯论业性；后名戒行，略示色修。若非变相，则法、体、行三一无所晓，何以然也？法无别法，即相是法；体无别体，总相为体；行无别行，理相成形。是故学者于此一门，深须研考。啊，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戒啊，啊，它有戒体啊、戒法啊、戒行啊，这个三方面啊。但这三方面呢，你没有从这个事项去分辨，那么什么是戒法，什么是戒体，什么是戒行，我们就不知道了。啊，就不知道了。那么这里跟我们讲了，法无别法，即相是法。啊，法呢，它也没有特别的法啊，就在这个事项上啊，它就是法。那这个体呢，也是没有离开这个，总相为体。啊，行无别行，理相成形啊。是故学者于此一门啊，深须研考。啊，就是我们学习这个戒呢，在这方面呢、啊，要深入啊，必须呢去研究、考证。好，今天呢时间到了啊，我们就先跟大家学习到此地啊。那么这个啊经题啊，后面这个通题呢啊，我们下一次。啊，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。啊，祝大家法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